做好射击准备。闪电瞬。数枚近端子弹呼啸而出。上级通报，敌护卫舰被我黄蜂兵重创，上级敌火箭立即出击，对其进行补充接触。编队再次接到打击敌任务。文山舰、梧州舰迅捕。报告，备。经过文山舰和梧州舰的密集火力打击，海上成功摧毁。在为期四天的训练中，文山舰编队还进行了主炮对海、对岸射击等特务训练，部队整体训练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竞赛性考核检验了武装备系统。